好，比赛开始，天津队拿到了逼攻的机会，和高位手递手，中距离，吴科是有篮的，王如红，小丁后撤步要三分，呜、哦，这个球在篮筐里边弹了一下，最后还是进。不过没记错，这是小丁今天的第一次出手，没打进来。小丁身后防小丁啊，确实是不好防。分身高，史仪是不是也是三次犯规了？这样证明他的表现绝对不是昙花一现。也许 NBA 真的离小丁越来越近了。犯规。这是先犯规啊，但是依然上罚球线。天津现在呢，凭借着零敲碎打，这个比分还咬着，但是对他们来说啊，形势确实不乐观。双队推进转换三打三，看小丁怎么处理。哎呦，这个球越打越像飞人。当然我们说易建联的那种自信和沉稳是时间和比赛的积累沉淀，但是更年轻的丁宇小丁三分叼进，山东队全队低迷的情况下，还是小丁先找到手感，协防夹击给杰特造成了很难的处理球。呜、哦、小丁突然之间起来啊，两分打进。哎，好像连火险些失误。杰特五分，小丁埋伏在另一侧底角，又中一个三分，山东队反超了。我哥这转身动作不合理、啊、小丁强行出手还进，山东队最后一节呀、啊，真是双外援。王林转身勾手再进，王林再来，哇，隔山打牛都用出来了。这时间一点点在流逝，山东队看看反击怎么处理，空中接力，虽然扣的不是很脆上啊，但是也是完成连线。各自折损一名大将，希望霍尔曼跟张辉啊，这个受伤都不要影响自己后边的比赛。